什么？吃米饭不会变胖，还能减肥？妇女的话，如果是以米饭当作三餐的话呢，她的体重比较不会增加。尤其是糙米，他们包那些糙米里面还有能够有抗氧化作用，可以让女生变年轻、变漂亮。其实，在中医的理念来说的话，就是南方的话，吃米的话是可以利水。Hold 住婆妈大小事，明天晚上8点就在卫视中文台。